彭于晏每演一部戏就要多学习一个新技能，成龙拍戏受伤也坚持不用替身。反观另一些演员，拍打斗戏时不会亲自上场，连台词都不愿意张口说，他们就是典型的塑料演员。说到了这里，找找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塑料演员吧。人民日报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人们或有不同定义，但无外乎华而不实、缺乏品质以及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力等。那么这些传说中的塑料演员行为究竟能离谱到什么程度呢？这里是八爪鱼，天天盘明星，拯救不开心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塑料演员的下限究竟有多低吧。天天盘明星，拯救不开心。早在2016年，金星就曾在节目中爆料，如今演艺圈一个很火的女孩子，演戏时不对台词，拍戏时就用12345来代替，后期再拿去配音。金星的爆料却不是空穴来风，演员刘涛、舒畅、郑嘉颖等都曾在片场遇见过数字小姐，就连《亮剑》中饰演李云龙的李幼斌也碰到过，当时的反应直接懵了。对于老戏骨来说，拍了这么多年的戏，估计也是生平第一次遇到。因为对这些专业演员来说，背台词对于演员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事情。如果你连台词都背不出来的话，就更不要谈表演了。演员吴孟达在演出之前不仅会背熟台词、理解好情节，甚至会把与自己演对手戏的演员台词也背下来。老戏骨李雪健拍《黑老头》时饰演的角色是不带助听器的，但李雪健本人不带助听器有点听不清，为了跟人物保持一致，李雪健坚持不带助听器，还把对手的台词也记下来，每天看着嘴型和记下的台词对戏。和这些演员相比，这些数字小姐们真是让人无语。大胆，太子乃我精神骨肉，怎能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而因为这些人的存在，甚至出现了编剧多年没有写过超过两行的台词，剧本都是按照那种不需要表演的剧情来写的，生怕明星背不下来。那作为一个演员，在片场不背台词，不研究角色，这些数字小姐们究竟在干什么？有迟到的，有个男演员剧组早上8点开工，他却中午才来，每天都迟到，到片场后还要先找馆子吃早饭。周杰在演《少年包青天》的时候也被爆料过爱迟到，一起演戏的演员郑佩佩还和周杰打趣说，我们改个名字叫《少年包青天》的妈，我帮你演，你可以睡。还有耍大牌的，有些小鲜肉拍戏8000多人来前呼后拥，最后只是拍了个喘喘气的镜头。拍摄老枪的时候，李梦因为不满角色的安排，在拍摄现场大喊大笑，接着又跟导演组的人员起了争执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你拍我啊！站吗？在台湾拍摄电影期间，李梦不止一次迟到，而且一迟到就是2个小时以上。到了剧组之后，还需要专人梳理妆容，整个剧组又因为这等他将近15分钟。最后是因为李梦的不配合，导演组无奈将李梦从女主角降为女配角，剧本也被紧急修改，将剧中的主线全部更改了。吴谨言比他更大胆，接受央视6套节目组采访，在约定的采访时间里，吴谨言不仅没有如期出现，还临时通知对方改地点。在央视人员驱车前往10几公里外的新采访地点后，吴谨言又告知对方先支付场地费。在一切条件被一一满足后，吴谨言最后又整出新火，他以没时间为由单方面告知央视要调整采访。这一系列离谱操作最终激怒了央视，点名批评吴谨言，摆架子摆到央视面前。才刚走红不到1年的吴谨言不得不公开道歉，但道歉归道歉，吴谨言在被央视点名批评的同一年，就在出席活动时带着一个36人护卫团，这包括30名保镖和6名助理，规格简直堪比公主出巡。台湾男星李成斌也因奇葩操作而引发质疑，虽然知名度一般，但他的这段人马戏热度不小。在进驻某剧组拍摄马戏时，本该骑马的李成斌被目击到是由2名工作人员前后驮着拍，这番指人为马的操作刷新了外界对马戏的认知，批评声随之汹涌而来。女演员刘露的大牌行为比其他明星还要过分。2019年，刘露在火车站候车，在进行安检的时候，安检人员发现她携带了一个压缩气罐，连小孩子都知道易燃易爆的物品是不能带入火车站的，
结果在安检人员拦下后，刘露却坚持要把气罐带上火车。多次劝阻无效后，安检人员只好叫来了车站民警。没想到的是，民警一到，刘露不但没有听从规矩，反倒更加嚣张，直接叫嚣道：我是公众人物，你完了。无奈的民警只能将刘露强制带走。在审讯过程中，他又将鞋子甩掉，并要求警察为其买袜子，称其5000元的鞋子承担不起自己的脚。此事曝光后，公司迅速与其解约，并对执法人员道了歉，刘露的演艺生涯也就此中断了。金星也表示，曾遇到过一个走楼梯都能摆谱的男星。这位男星在出席某活动时，要求主办方在4层楼每层都安排椅子，自己走一层就要休息一会儿。这样的夸张操作令人无语，但演员的离谱行为又何止不背台词、迟到和耍大牌呢？哭戏哭不出来，直接上眼药水。之前琉璃的女主演袁冰妍就被爆出眼药水演戏。早年间 Baby 在拍建党伟业时，有一段哭戏怎么哭都哭不出来，后来就是靠的眼药水哭的。谁知道滴了1-2滴还不管用，导演都急了，大喊要催泪棒， Baby 也跟着喊拿过来拿过来，旁边的刘德华都看傻眼了。演戏时完全不在乎剧情的背景，自顾自的扮美，造型怎么美怎么来。《如意芳菲》中鞠婧祎扮演的女主丧礼妆容带红，绑架却像咬着化妆棉。孟子义在综艺1年级时，本该扮演小偷的他不愿弄脏妆容，坚持为自己画上美白妆，为此他还有一套辩词。而在拍戏间隙，他还一度不敬业地脱掉戏服，导致拍摄画面穿帮，为此又是一套站不住脚的说辞。天气太热了，他的操作直接惹怒了导师袁咏仪。还有一些演员甚至根本不用出现在拍摄地点，站在绿幕底下通过后期抠读就能完成戏份，可就连这个也没法满足某些演员，他们除了抠图还各种用替身。在演戏中，替身是一直存在的，但大多都是用来完成一些高难度或者有危险性的动作。有些演员为了更好地呈现出剧情效果，还会拒绝替身，比如成龙大哥在拍戏时危险动作亲自上。1987年拍《龙虎兄弟》，他直接从高空坠下，左耳头骨凹陷脑出血，碎骨内移，右耳严重受损，差点死掉。而现在的有些演员除了五替外，还有胸替、脚替、手替、发替，哪里需要替哪里。比如关晓彤在《我就是这般女子》里的一段打戏，一开始画面是关晓彤的正脸，但在她举起鞭子后，镜头就转成侧面，人物的脸全部被头发挡住，身形和关晓彤也有区别，能看出来是替身拍摄的戏份。长歌行中，热巴饰演的李长歌被人扇了巴掌，然而镜头一转，被打的却是替身，巴掌根本就没有扇到他本人的脸上。此类事情在娱乐圈里其实屡见不鲜。赵丽颖在拍《楚乔传》那会儿，这个跪地的镜头是替身，连在边上走走、对对台词的戏都需要替身来完成。这种情况到2020年的《有匪》也没停，连跑个步都要用替身。杨幂的《扶摇》也被扒出来有150多处替身场景，什么打替、站替、坐替，应有尽有。一个简单的吊威亚上墙也需要替身，虽然脸被糊掉了，但这脸咋看也不是杨幂。Baby 在《孤芳不自赏》中除了抠，他还有替。凭借替身抠图的表演法则 ，Baby 在这部戏狂扫8000万片酬。当然还有最离谱的，那就是吻替。这里还得提名任嘉伦，他与邢菲主演的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剧中的吻戏互相全部都用了吻替，连亲脸颊的戏份都使用了替身。根据剧情，任嘉伦要单手俯身把邢菲捞入怀中侧亲。从播出的画面中能够看出，任嘉伦的动作比较僵硬，勾手及亲吻的动作十分不流畅，侧亲的时候是借位拍摄，给人的感觉仿佛在说悄悄话。这并不是任嘉伦第一次拍戏使用吻戏替身，在《锦衣之下》中，任嘉伦就被发现使用了大量吻戏替身。除了各种各样的替身，有些演员带资进组为自己加戏改剧本，导致剧本最后被改得面目全非。翟天临更是在某访谈节目里说自己在《兰陵王》剧组加戏的事情，他把原本戏份不多的反派加成了和男主冯绍峰戏份接近的反一号，而且直接跟制片人打的招呼都没跟编剧说。拍戏受伤更是大惊小怪，鞠婧祎拍戏时膝盖擦破了皮，当即就坐上了轮椅，还要4-5个让在旁边照顾，
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骨折了。在综艺《少年之名》里，小鲜肉演员袁凌清在练舞时划破指头，尽管伤口不大，但他却立即中断演出，抱着手指哇哇大叫，喊着要去医院。而他的两名队友也感染于气氛，跟着也一起哭了。在这个让人极度无语的场面下，网友们也纷纷送上毒舌吐槽，快送医院吧，再晚一点伤口就要愈合了。塑料演员的行为一个比一个离谱，对于这些无底线行为，你觉得哪个最难受呢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。